大家好，这里是国立台南大学附属七中学校，在我们今天义卖的活动当中所设的摊位。那我们今天义卖的产品有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农民所提供的很多的农特产品。那我们现场有木瓜，有麻豆文旦，有洛梨，然后有很多荞麦的产品，以及我们这些丝木鱼薯条相关的产品，我们其他的梅子的产品。那这些呢都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农民的爱心，还有你们辛苦耕种的成果，来提供我们南大附中的学子能够愉快的学习，然后也感受到成了人情的温暖，让我们孩子们感受到这一份支持，必然会更加努力的学习，在未来成为有用的一份子，回馈社会。也在这里谢谢大家。